我是杨曲红，是 ABC 发行中心美现在的证明叫做中华民国认证传媒化认证协会。那今天高兴来杂志工会，这几十年来非常的成功，那业务也做得非常的专业非常成功。那恭贺你们20周年，那祝福你们来年业务更兴隆，做得更好，为大家服务更好。